福州，地处我国东南之滨，优越的地理区位使之成为一带一路上最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都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起泊地。阮木画1914年诞生于此，发源于福州西园，已有百年历史。因其使用一种材料分子结构为蜂巢状，俗称阮木的树皮而得名。这种树种学名为栓皮栎树，产自西班牙、葡萄牙等地中海沿岸地区，具有轻、松、富有弹性且纹理细润等特点。这种材料不同于其他的木材，它的弹性和孔洞气囊的特殊性使阮木画的制作上百年来没有因科技与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变化。时至今日，匠师们还在使用最原始的切片刀、刻刀、锉刀等雕刻工具，所有的工序必须纯手工制作完成，